好，接下来请您继续欣赏相声《规矩论》，表演者岳云鹏、孙越。弄胖胖胖，弄胖胖，就学会这一句。谢谢，感谢各位。刚才是金鹤兰、李云天跟您说了一段。对，这场又把我们俩换上来了。还是我们俩？这是我们第二次出台。嗯，就是我们。也是生活所迫呀。跟生活所迫有什么关系？叫第二次出台呀。第二次出现在舞台。哎，没错。特别的开心，嗯，来到悉尼演出啊，在我印象当中应该是第三次或者第四次。德云社来得是第四次吧，德云社来了好几次了。对了，有两次没带咱们，你忘了？不带咱玩。然后这次呢是我们的自己的商演，我们也不带他们。几年前我们来过一次，对，那个剧场比现在小。第一次来澳洲演出啊、嗯，这场演出那么多人，好。很开心，是真的，悉尼的朋友真的有钱的多呀，在城市发达一点啊、嗯，送的花也多哈，嗯，有没有就有拿筹码往台上扔那种，就那种感觉打死我，哎呀，没有关系，没有关系，脱衣舞才这么干哈，脱衣舞才会往台上扔筹码是吧？这个问题是一个姑娘，哦。没什么看的，没办法，对，一个筹码都没有啊！这都成什么人家了？这个裤子坐在底下脱，干嘛呢？这稍等一下啊！哎，你等会儿，哎，你系这么费劲，脱可不脱得够快的。还是有职业操守的。哎呦，停了！哎，我能够着，来来，你试试来。你怎么抱的呀？是啊，你看我这么抱。这就是智商啊！妈的，你这么抱不就完了？哦，原来就这样啊！得亏你不是女的，你知道吗？你都够不着，你都。谢谢，你看，这是什么呀？这是变相，脑子聪明，嗯，知道吧？万事万物里是，都是有规矩的，知道吧？再说一遍，万事万物是你，对，它都是有规矩的，哎。比如说啊，观众朋友们坐这儿听相声，啊、笑，它都是有规矩的。笑有什么规矩？研究笑了吗？笑，你知道笑，知道吗？知道，知道笑。知道笑。你知道笑，我很开心。你知道笑，我跟你妈，我们。对。去。我抽你我，我知道笑着你我。我说的是笑容。笑容。笑容。什么？您那是什么？笑容啊！您在哪儿笑容？那不是贱吗？那玩意儿。笑跟贱是有区别的。笑跟贱。笑是这样。笑。贱呢？不一样。贱笑。来了。姑娘爱看这个。心疼你们头一排啊。脖子快累疯了吧，快！啊，成那样了都。正对面这个姑娘从来没有看过我。你是一直在谈事儿哈？忙呢啊！你们脸一下就红了。我说了两场了，她没有看过我，一直在聊事儿哈。你怎么说话呢你？谁说我长得丑？我看看你长什么样？谁站起来？你站起来。
你站起来。这是整过以后的，知道吗？你没见过更丑的时候。失败了。笑是有区别的。啊，区别的。嗯，笑容来得快，回去的慢。啊，就这笑脸啊。啊，来得快，就是脸恢复的慢。对呀。没研究。没研究。嗯。我给您做一个表演。好。哎呀，这个相声说得好啊。嗯，对，这岳云鹏、孙越，哎呀，这包抖得多好啊！哎呀，哎呀，笑得还真快。哎呦我的天哪！真逗这俩人。用叫急救呢。完了。嗯、这才回去。这才回去。咱别这么吓唬人行吗？这是规矩啊。您到这来得快回去的慢。没有。您这得随便来着呢。你来得快回去快。来得快回去的也快，你省得耽误后边不好看。好看，再来回。来回，就像说的好啊。嗯，云鹏孙越真逗着俩人。哦，走得太突然了，合适吗？不合适。不合适吧？是是这是规矩。是。万事万物是一理。还有什么呀？还有什么？比如说简单的例子，挠痒痒。怀痒痒都是有规矩的哦，以这个腰为界限。是啊，腰以上痒痒了往下挠。哦，腰以下痒痒了往上挠。哦，这是规矩，研究了吗？没有。为什么？找不着腰。你看这个回答我很满意啊。找不着腰。找不着腰。来，骂人别揭短啊。你这部分就是腰。你脸还宽呢，你腰为界限，腰痒痒了怎么办？腰痒痒呢，横着挠，横着挠。哦，比如说脸上，脸上被蚊子叮了，嚯、哦，就你这脸，哎呀，哎呀，泥儿都下来了，嘿，怎么了？还挺痒痒，挠挠呗，挠挠，来，哦，往下挠，哦，是是是，看见了吗？Okay, 往下挠、哦、比如说腿上，腿上、啊、又招蚊子了。嗯，嘿，痒痒痒痒挠挠。哦，往上挠。哎，往上挠。哎哎哎，这是规矩啊。哎，不要打破它的规矩。规矩都是人定，你解痒就完了吧，你管它往上往下呢，目的是解痒呀。对呀、啊、怎么挠都行，你上边痒往上挠不好看，下边痒往下挠。来一回。来啊，又定一个啊，痒痒挠啊，快点！嘿哟，这是个狒狒，这是不好看。哦，是是是，腿上，腿上，腿上痒痒痒。哎，挠了，你这尿垫杆子上，还是狗？这是例子吗？这不好看了，对不对？是。举一个再简单的例子，大街上走着呢，嗯，后边有人喊你，就这个回身转脑袋都是有规矩的。回身转脑袋还有规矩？当然了。什么规矩？先转脑袋、嗯、再转身体。就是听见有人喊脑袋先转，我这身子再转。对，是这样吗？当然了。我就没观察过。咱做一个表演。好啊，我前面走，你后边喊我。可以。看看我是不是先转脑袋再转身体。行啊，来，您前面走着啊。好的，我喊你啊。大傻子，哎，傻子没听见啊！你大傻子，不让我喊你吗？喊我岳云鹏。哦，喊大名啊、嗯！你小名大傻子呀？老瞎说，老告诉人家。
差点给我带过去，你知道吗？要不你上来，我看看你什么样。这是今儿卯是卯，我看今儿就挺好啊，挺好的。来吧，旁边那个是你什么人？朋友啊？什么朋友？街坊，街坊啊。哇哇，这么开阔的地方还有街坊。我没有想到啊，今天的演出改群口了啊。真好，真好。一会儿楼上去找我好不好？咱俩聊一聊啊。嗯，喊你啊。嗯嗯，哎，岳云鹏，就嘿，二傻子，对别打，别废话，怎么着，你也去买药吗？我治病去，我你的药也吃光了。哎呀，傻子我还排在二呢，是不是先转脑子？你还别说，真是啊！一听他叫唤，脑子先转过来，哎，身子再跟他转，哎，打破这规律呢，不好看，好看，再来一回，先转身子，再来一回、啊，后转脑袋，一样。元宝，啊？我可能喊错了，谁？等我一会儿啊，我可能等不到你，马上。哎，我这你属直鱼的，这不怎么样，这不好看，不好看。哎，这么着吧。这脑袋身上一块转呢，一起转，好看，更难看了。整齐划一，再来，您来，您来，岳云鹏，谁呀、啊？我听你说喊老公了，刚才，啊，转错了，躲开吧。你自己火化这是怎么着？诈尸的是怎么着？这不好看，这不好看，这不能打破他们。这倒是。举一个再简单的例子，还有什么呀？说话都是有规矩的，这是最简单的说话。哎，不同的环境，不同的场合，嗯，说出的话来，声音大和声音小都是有区别的。啊，这个大小声呢还不一样。当然了，那哪儿声音大呀？声音大呀，饭馆里头说话声音就大。饭馆，对了，恨不得全世界就这两个人听得见，全世界就俩人，全世界都听见，对，就目无旁人，噼里啪啦说出来，哎呦，声音特别的大，就自然而然声就大了，对，他显得那么热情，那么开心，是吗？怎么能打起来才开心呢？饭馆啊，我怎么没有这种体验？咱们两个人做一个表演，模仿这个啊，可以啊，我来这个饭馆的小伙计，行，您来一个嫖客，咱们您来。哎，等会儿，您来一个食客，咱们两个人呢，好好合作一回。行了，我说错了，咱们俩合作。你可能没说错吧？你就是我来一嫖客是吧？你来小伙计是吗？我有那么惹火吗？不要瞎说啊！你那么讨厌，我媳妇在那坐着呢，这不跟哪儿坐着呢？是不是跟人打赌了？怎么了你？她老公可能掐了她一下。这是我历史以来最兴奋的一次演出啊！咱俩做一个表演。哦，表演这个。我来这个饭馆的这个小伙计。我来这个吃饭的。吃饭的。饭曲儿。看看是不是说话声音大，好不好？自然声都大了。来了啊！行了，来试试，来试试。有喊糖的，里边什么都有，有饭有菜、还有汤，所以走看一看喽、都废话着呢、来来来来来干什么，这是我们挑灯看一看点一点，是这
便看看，随便点点，随便点点，随便看看。你嘴怎么这么碎呀、啊？不看菜单了。要怎么着不认字吗？你不认字，不过脑丝儿。那怎么不看呢？这是饭馆吗？没做客啊。尝一尝。我吃的简单。干什么？你听着啊，一盘花生米，两老白干，三两猪头肉。这么大肚子够吃吗？管着管不着啊。行。够吃够吃，一盘花生米啊，两老大哥，三两猪头肉，哎，你尝尝，这喝去，这不是声音大，喝去喝去，你这往这一站，你一喊我就知道了。您说这饭馆解放前，错了，北京的老饭馆，错了，怎么呢？现在也这样啊。你有功夫治治嘴去。没有啊，解放前的老饭馆，山东人开饭馆。有那个跑堂的喊堂的，嗯，一进来两位，两位雅座，全那样。现在就现在嘛，现在这不兴这个了。现在你看，咱这悉尼就说那西餐厅，那门口的就是穿的干干净净，挂一手巾板那个，叫服务生，叫不叫叫什么那玩意儿那个 waiter 啊什么那个。你看人家说话都声特小，那到那一拉座什么都小声说，声音小，你小点。再来一回，不合适。小，再来一回，安静，用餐的环境要优雅，什么都不懂。一点笑，问我来了，来了，要吃点什么？这是真的，随便来，随便来，不敢来的。头来了，你这合适吗？这有点不合适了，不好看，太害怕了。这是说话声音大，是小啊，这哪声音小啊？哪一个声音小？公园里头，为什么呀？两个青年人约会，燕语莺声，低声细语，就是声音特别的小。公园里，对了，青年男女谈恋爱，不一定是男女，哦，不一定，就是两个人用燕语莺声，也不错。我说就是标配。您稍微等一会儿。嗯，什么叫标配啊？男女谈恋爱标配就是男女吗？对啊。高配呢？女女男。高配这么好呢？顶配呢？女女女女男。还是顶配好啊？肯定买顶配啊。您等会儿，咱没聊这个啊。咱就说，一般就是男女谈恋爱，男女谈恋爱，哦，两个人谈恋爱，
找一个环境十分优雅的地方。哪儿啊？前面是山，后边是山，左边是山，右边是山。俩人坐盆地里了。中间有个长廊，两个人往那一坐。您等等着，行，没有，三边是山都行。有山有水，有河流啊。两个人往那一坐，夜雨莺声，是谈恋爱，就这两个人听得见。是吗？声音特别的响。哎呦，这我还也不太了解。咱俩做一个表演。表演谈恋爱啊，好不好？这就开始啊，那个女同志，我们这是假的啊。你这也不是真的。我怕她生气。你往心里去了还怕她生气。嗯，我来演这个男的。谁啊？好不好？因为我有阳刚之气。嗯，而且我喜欢这种大胖娘们儿。你等会儿。我不知道你胖不胖啊，我喜欢那种宽一些的。你等会儿。您来不了男的。怎么了？这男的哪有这么胖？那不女的哪有这么胖？男的都胖的，女的瘦的。我不瘦啊。你跟我比，你瘦多了。行，对吧？你来这女的。那我来女的。对，大闺女。你来男的。我来男的。你打那边来，我打这边来。行，咱俩谈恋爱。我知道，好不好？哎，我知道谈恋爱就是一个，你看这模样。您这哪点像女的呀？那我捯饬一下。你好吧，化个妆。哎，不是，长这模样化完妆能像女的不能？嘿，夏威夷小短裙儿。这个这样的东西悉尼有卖的吗？有啊。嗯，这有啊。悉尼买完都是烧着用。我妈用的呀，这是。嚯，给阿姨带。嚯，什么？啊，我说听不见了呢，还是缺心眼儿。我这么猕猴桃成了精了。两块一个，谢谢。后边有一个男的，请你把手机放下啊。那个男的用的是诺基亚，是你的。能有人拍你就不错了，要拿板砖拍你。阿姨，好看不好看？好看啊。阿姨就想起自己的妹妹，反正。可是这个大爷为什么不开心呢？一直。大爷输了。大爷昨儿输了吗？大爷可能听不清，可能坐头一排听不清。头一排大爷永远没有笑过。哎呦，这看得太清楚也不好，你知道吗？对，他们说我长得像蚕豆成精。哎呦我的天呀，长得土豆让车压的似的。那今儿周末约我的朋友约个会。你介绍对象了是吧？也不是来没来。你说你就不能放一回鸽子。你快点，我都觉得自己恶心。我都咽了好几口了。秃子，您稍微等一会儿啊。这怎么老有学位啊？大秃子像话吗？哎，那怎么着？您是个姑娘，年轻的姑娘，大秃子像话吗？哦，年轻哈，好行行。来了，来了，二秃子。你看，你还别说，真年轻了一些啊。唐二。这个姑娘怎么带个花啊，带个草啊，好听点的名字呀？你还得长花长草呢，快！行了，来了，来了，菜花。你们家的姑娘叫菜花啊？您可以了，可以了，菜花有花就行，有花就行啊。来了，
开花。谁喊的花姑娘？看你的模样，生过七个孩子了吧？还真不闲着。你们这一片笑的不是我是不是？这也是写生来的，拿着当动物园了是不是？哎呀，来啦！我当你猴好汉，你给我出去！你快点！你比猴好汉也不露脸。就别正经了，就我说你这样行不行？就花了多少钱？来，我就我睡你来，然后我就头哪儿那儿呀？你笑点跟别人不一样，你。哎，都菜花了，得了，忍着吧啊。那个菜花，土豆。不是谁这爷们叫土豆？我都菜花了，你凑合着吧啊。行，反正你比猴好看。嗯，菜花，土豆，那什么，还过自己好吗？这不是跟西红柿好上了吗？哎呦，那紫甘蓝多神奇！搁着，还紫甘蓝，耳朵差点都没听懂，我告诉你，你从菜地里出来吧。那么爱吃菜是不？菜花，土豆，那个，我问你，那个，你爱我吗？我当然爱你啊！我是不爱你，我是茄子，出不来了。那个，你都爱我什么呀？我爱你工作积极，学习努力，天天向上，爱帮助人。行，以后我们改。就是你，怎么没死呢？那个，你还爱我什么呀？想不起来了。你看咱俩也交往这么长时间了啊，我呢也是没办法。要不咱俩就这么着吧，那个下个月结婚吧。结婚吗？嗯嗯。谈到这个话题了吗？我也是没辙，那下个月就结婚了。结婚？你再拉钩。拉钩上吊。拉钩上吊。一百年不就憋的？躲着我！那么恶心人呢，怎么的？是不是说话声音小？您是不是觉得很甜蜜？没有，并没有。没有，不是您这种谈恋爱的方式啊，我明白过来了，就是六七十年代啊，就是我父母那一代就是谈恋爱这种感觉，现在也这样。没有，过去的谈恋爱怕人家瞧见，都躲在这个没人的地方，俩人窃窃私语。现在可不这样了，你现在你都说了，那谈恋爱男女都不分了，你懂吗？你看这90后、00后走大街，拉着手都抱着大街就啃，有的是。你谈恋爱又不是做贼，那么小声干嘛？什么意思啊？大点声，大点声。对，有爱就大声的说出来，有爱就要大声说出来。对，不合适，合适，来，大点声。他怎么了？哎，今天了，见我那个朋友去。什么时候理的发的？没告诉我呀。来了，踩炸弹上，菜花土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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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五毛钱包圆包圆，土豆哦。一看就刚收摊儿，菜花土豆，我问你怎么着？你爱哥们吗？我当然爱你啊！我要不爱你，我他妈茄子！哎，都爱哥们什么？我爱你工作积极，学习努力，天天向上，爱帮助人。哎，哥们什么？
老娘还上不起来了。哎哎，哥们豁出去了我，我娶你我。谈到这个话题了吗？我也没辙，我告诉你。来，我告诉你，我娶你，你信不信吧？我信。我告诉你，哎，下一次办事儿，姐们儿嫁了。你别来这茬。姐们儿要跟你。